可以保护一下我家人，我从小时候就这样来想，一直想，然后就过来练武嘛。这只是练铁头功的第一步，第一步就是把头练得硬一点。铁头功呢，其实它主要是我们头顶的一个抗击打能力，对，每天通过我们每天用头顶在地上，有时候每天一顶都要顶个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的，时间长了之后呢，这个头都会起那个茧子，啊，对，久而久之呢，头就很硬了。少林寺有七十二项绝技嘛，铁头功是七十二项绝技里面的一项，啊，属于是少林功夫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功夫。从小学武，长大之后除了保护奶奶，还想当一个武术明星，以后能当个武术明星也值得了。刚开始我来少林寺的时候也是想调皮捣蛋，然后我看师父这么严肃，然后我也不敢了。因为学童子功的孩子，就是相对于同龄的小孩来说呢，他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，因为比别人付出的汗水多、努力多，或者说泪水更多，所以毕成他还是能吃苦的那种孩子，并且呢，也肯练。再独处飘上站立已经很不容易了，
可是不仅要站立，还要在站立之后呢融入舞蹈的基本功，再加上后面我开始尝试把芭蕾舞也和独步飘相融合，慢慢的尝试把咱们的足尖鞋通过足尖来站立在独步飘上面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困难，时不时的会摔跤啊，然后摔在就水面上还好，如果是摔在竹子上的话那就是硬碰硬，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淤青伤，严重的时候呢就会掉肉掉皮的。像有错假动作，或者说我脚上有什么东西，其实不是，它是要通过首先脚掌和脚趾的力量把那个竹子牢牢地抓稳，然后要随着它滚动的方向，你的身体也要往另一边倾斜，再配合你手上拿的那个桨手杆竹子，然后来控制不要让人摔倒。只能用手，脚也用不了，这个是算什么舞蹈？开始是心里面特别难过，觉得想守护好这么一个古老的绝技文化，怎么得不到大家认可，还有这么多批评。但是到后来，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，觉得好的也好，坏的也罢，反正就把它都当做一种鼓励就好了。独竹飘，我觉得它已经是我人生特别重要的一部分。以前有人说，他说你就是靠竹子吃饭的。以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可能觉得是一种不好的词吧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如果我能靠竹子吃饭，我打算现在吃一辈子吧。未来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，来学习，来一起把这项发扬于咱们中国的传统绝技，想把它做得更好，然后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旅游名片，然后让人家想到竹子也能想到我们，我觉得这样做。